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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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为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，请拿起《金刚经》。我们上次讲到第11分完，那接着要讲第12分。还没开始讲经之前，今天要讲一个特别的题目，也就是说有人写个 email 来，然后又打电话来说，他因为去参加葬礼啊，然后回来以后就好像什么一直都想到什么不好的东西啊，那个念头常常都会有那种形象出现，那觉得很恐怖。然后写了 email 又打电话来，那我想跟大家讲，我因为要专心的做易经的事情，华严经哦进度很慢，这个最后一本啊，总共四本，最后一本每本都是1000页。总共是4000页，我最后一本就进度比较慢一些，那都是因为由于网络直播花很多时间，再加上 email， 所以我决定不再回 email。 不过偶尔还是要讲一讲，没有办法，但是我尽量我有抉择的权利啊，你可以，你尽管写，但是我就尽管不回答啊。好，因为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啊，所以我现在讲一讲，不只是说是外面的人，乃至于我自己的皈依弟子，有时候也去参加葬礼啊，或是去参加告别式啊、送葬啊，乃至于为人助念啊，都会出问题啊。那最平常的就是我会回来会发烧，或是发冷，或是做噩梦等等种种现象啊。那另外再讲一个，那有一个人哦，他好像这个去给人家祭拜的时候，然后不小心就碰到棺材怎么样，那回来又就怎么样了啊。那另外有一个啊，在大陆啊，他回到老家去，因为他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的爸爸过世了，然后他回去老家啊，然后就跟陪着他的好朋友一起守灵，守完灵，然后第二天好像就出殡了。出殡就到那坟场啊，坟地，然后不是挖了一个大洞吗？结果那个棺材放下去的时候，然后他站在旁边不小心掉下去了，掉到坟坑里面去，然后那个土很松，爬不出来，然后好不容易才把他救上来，把他吓死了。他说连夜就赶回家去，这个身上的土都没弄干净。然后就反正就做噩梦啊，什么很恐怖。后来问我嘛，我就跟他讲怎么做，后来就好了啊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，这个有一个人也是在大陆，他有一天说他要他在那边念经，念完经以后跟他讲说，在后面跟我一起拜的众生，你们如果我明天要去看阿舍里，你们如果想要跟我来的，你们可以明天一起来。结果他来以后就住在宾馆，天天都梦到有一些人，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他妈妈，很开心笑笑的说，女儿我来了，而且我不回去了。把他吓死了，他妈妈已经过世了7、8年了，
那问我怎么办，我就告，我就跟他，我就一个好方法，就后来很快他就好，没事了。那我什么好方法我不跟你讲啊。好，那现在是，这是很常见的事情。所以这鬼神这个事哦，你如果不信也没办法，它确实是有啊。而且哦，若以鬼神来讲，我觉得孔子那句话还不错。虽然他很多道理我都不太怎么崇拜啊，但是这个他说敬鬼神而远之，这样，所以鬼神也不能得罪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我们小时候读那个国语啊，啊，这个国小一年级、二年级的样子吧，然后就读到孙中山的故事，说孙中山他是广东省翠欢村人，对不对？哈，那然后他小时候啊，哦，反正我们那个时代就是把那些政治人物都把他神化了嘛，哈，哦，那就说他小时候，然后就什么，把这个他们家乡的这个土地公给砸掉，这样子，那把他当英雄人物来看，哎，可能是因为这样，所以革命尚未成功，嗯。鬼神不能随便得罪的啊。好，今天要讲的啊，大家自己做笔记啊，我要很快的讲过去。参加葬礼应该注意的事项，第一个，在出门前，第一，先在佛前上香礼佛三拜，然后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常跪念七遍啊，然后第二个，再接着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念七遍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念七遍，然后三皈依：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、皈依佛两足尊、皈依法力一尊、皈依僧众中尊、皈依佛净、皈依法净、皈依僧净。好，三皈依完了以后，礼佛三拜，这样就好了啊，那就可以出门了啊。好，翻过去，快点。然后到了上家啊，或是到了殡仪馆啊，出殡前这个。出殡的意思就是，就是这不是有棺木吗？棺木把移动，那个有一个术语叫做转旧，啊，转旧就移动了，然后出去了叫出殡啊，出那个大门。那出殡之前呢，特别注意事项：第一个，非自己的亲属为亡者更衣入殓的时候。如果那个亡者不是你的亲属啊，然后他们在为亡者更衣换衣服啊，或是入殓的时候，勿近，不要靠近，最好回避啊。那第二个，如果不是自己的亲属，勿位置守灵啊，守灵就是过一夜啊，那个。那第三个，如果不是自己的亲属，最好不要送到墓地。就是出殡了，然后上去了，那个灵柩已经上了车就可以了，你就可以回家了，嗯，哦，然后也不要送到火葬场啊，哦，只要在灵堂前祭拜就可以了，啊，哦，通常日佛教嘛，就烧三支香或是烧一支香，拜完就算了啊，哦，就可以了。你尽量，而且你在拜的时候，你不要讲什么话哈，哎，你不要跟他讲话哈，哎，不要自己好像很了不起，然后说哦，老婆婆你好好走啊什么的，哎，尽量避免碰触啊棺木或亡者的身啊。好，第五项呢，女众。生理期中或是怀孕还有婴儿能够不去就最好不要去啊。那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不去，比如说自己的亲属嘛，那非不得不去，那么就上完香啊，就尽快的离开。
祭拜出兵以后呢，应该第一个要直接回去，直接回家，不要弯到别的地方去，不要去拜逛百货店或去吃饭啊，什么看电影啊，什么都不要，直接回家，也不要去买东西啊，拜访朋友啊，啊，就直接回家。然后第二，回家以后呢，第一个要先马上就要沐浴，然后净身了、啊、更衣，然后第二个这个找法医，如果是已经皈依的就找海清，如果已经受戒的就找曼衣，出家众就穿袍大衣。这个海清是要黑色的，不要咖啡色的，咖啡色的是不如法的啊。那个咖啡色是出家众出家五年以上才可以穿咖啡色海清，但是现在大陆普遍都不如法啊，这很奇怪，连在家人也穿咖啡色海青，台湾都没有这样，没有人敢这样子的。不过现在也敢哦，现在也开始敢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交流嘛，交流的结果。好，第三个，佛前燃灯供佛，以及供佛茶了哈，上供佛茶，烧香，然后礼佛三拜，翻过去。第五个念诵，就常跪念。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，开经偈、般若心经一遍，大悲咒一遍。如果不会念大悲咒的，就这个不念也没关系，可以啊。然后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108遍，这都是跪着念啊。那么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108遍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108遍，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108遍，然后三皈依啊，一样皈佛、皈法、皈依僧、皈佛两足尊、皈法力一尊、皈依僧众足尊、皈依佛经、皈法经、皈依僧经。啊，或是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自归法等等等啊。好，接着礼佛三拜。附注啊，如果回家后身心有异状的啊，比如说发烧、呕吐、噩梦、恶想，或是啊等等的，就要加念《金刚经》一部啊。第二天如果还没有康复的，就照前面的那个仪轨做一次，再念金刚经一遍啊。然后如果第二天这样做还没好，那就第三天再做啊。那甚至于可以早晚各做一次这样的。因为你这个譬如说发烧，看医生是看不好的。因为有情众生喜欢你。所以跟着你后面回来了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顺便讲到刚刚不是讲说有人要到台湾来之前，然后说在我跟着我后面念经的，然后可以一起来，对不对？来开拉舍里啊。这个就是很有一些人啊，这个其实还不少人，尤其是有一些法师也教人这样说，这拜佛的时候，那个观想后面有很多的有情众生、冤亲债主跟人一起拜，我跟你讲，你越拜越糟糕，越拜就越损，尤其什么，我们就讲个道理好了，阴阳是不相碰的，你知道吗？阴阳相处两个都倒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阴界是阴界，阳界是阳界，这各有各的生活空间，所以尽量不要相碰。他碰到你你倒霉，那你碰到他你也他也倒霉，你也倒霉，两个都倒霉就对了，反正所以不要观想说有很多很多众生，那众生当然都是鬼神嘛，都是鬼嘛，那这样子不好，还有呢，顺便讲一下，你回向的时候不要回向给一切的这个累劫以来的冤亲债主，你有多大道力，你念这一部经有多大的能耐，能够回向给无量劫来的冤亲债主，好了。全都来讨债了，对不对？
所以本来你在念经啊，然后有佛的那个光芒之下的那个佛菩萨的保护伞之下，你那些冤亲债主都是一时找不到你，所以你很多倒霉事情都避掉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你自己把那个保护伞自己把它去掉，然后欢迎他们来跟你一起消费你的功德，这样的，所以一下马上就消费完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来的一定不是 credit， 一定是 debit， 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是贷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那个功德你修的来不及还人家，所以怎么了？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怎么样？因为我们累劫以来欠了很多债，所以一学佛以后马上哦就通知法界银行，就暂时止付，听懂吗？就暂时止付所有的那个期票全部暂时止付，所以让你能够喘一口气，然后可以修集功德，乃至于成为大菩萨成佛，然后那时候再来度他们，这样子。要不然谁能成佛啊？你看你累劫以来你一直都是什么，都是倒闭的，对不对？都是那个美国叫 Chapter 11， 就是丧事法的第11章。那我们台湾是什么？就说这个是什么？破产，破产法是这个丧事法的第几章还是什么？第几条？那所以，不是赚一点点钱，赶快欢迎所有的债主都来跟你要债，那你连饭都没得吃。我告诉你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尽量说，你们稍安勿躁，等我成佛再说，对不对？所以，第三，若非亲属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啊，那么如果只有这个一面之缘的人的朋友，恐怕也不是很适合，就尽量不要随便去为人助念就对了。那现在的人很流行为人助念，而且鼓励，而且有助念团。哇，你知道助念是什么呢？助念就是超眷，超眷也就是超度。那你真的有这么大本事，有这么大功夫啊？然后常常像职业性的或是半职业性的去超度人，这自身都难保，对，还超度别人。所以你如果没事就好，但是如果常常做这个事，这个暗路走多了会碰到鬼的，你知道吗？更何况鬼也不找你，你去找鬼。因为有上家的地方就很多他的冤亲债主或是亲属，你知道吗？都等着来欢迎他们回去入伙啊，团聚啊。那你去了就正好也跟他们 join the party。所以尤其是不认识的人你绝对不要。这个说好听就是慈悲啦，可是慈悲是很好啦，但是要有力量，要有能耐，对不对？那我何尝不想度尽众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可是我有那个能耐吗？没有。比如说南海海啸啊，或是哪里地震啊，哪里什么天灾啊，人祸啊，一大堆的死到一大堆人啊，那很多这个道场啊，法师啊，哇，就去超荐啊，举行这个超度度亡大法会。我自己自认没有那个能耐，
那比如说那个南海那个 tsunami 就是海啸啊，死了几十万人，我所能做的就是捐一些钱啊，就办个法会，然后这个捐一些钱几十万去稍微帮助一下，表示心意这样子。那因为这一切都有因缘业果，那你没那么行就不要装那么行，你知道吧？那乃至于就是你可以炒作嘛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说哦，我来这个海啸渡亡大法会啊，很好听啦，但是如果这里面又掺杂了跟金钱有关系、盈利有关系，那就更不好，是不是？所以那还有名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就这位师父很慈悲嘛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就自认我没有那么行，所以就等以后再说吧。这度量自己能做还是不能做，诚实的面对。所以跟自己有缘的你尽量做，那缘很远的很疏的你尽量避免，你知道吗？那有缘的你要利益他容易，没有缘的就很难。好，所以这些都是没有了啊。大家对于这个鬼神道应该要知道的地方。好，接着我们讲这个《金刚经》了，第十二分，尊重正教分啊。尊重正教，就尊重正法的意思。复次，须菩提，谁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，何况有人竟能受持啊。看到这里，复次再说呢，须菩提，谁说是经，是经就这一部经，是就是此啊。只要随着有人在解说讲说这一部经啊，乃至于四句偈等，乃至于少至于只讲四句偈，解释四句偈啊。那为什么讲四句偈？因为四句偈是一个单元，那是一个完整的意思，在以经句来讲，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，是最小的一个单元。那你随便讲一句，有时候就不是很完整这样的。那四句偈是一定是完整的意思啊。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天人阿修罗一切世间，就是所有的世间众生啊，皆应供养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部经是代表佛果功德法身啊，所以如佛塔庙，这个塔庙的意思啊，就是塔啦啊。但是我因为是翻成中文，所以加一个庙，其实就是只是塔而已啊。塔那个佛法里面称为碎土钵啊。stupa 啊，碎土坡，这、就是塔的意思。这个塔是指佛塔啊。那佛塔通常里面都是放佛舍利啊。那在佛还没涅槃之前是没有舍利，但是就是有一个塔。那塔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把它建高起来，然后代表佛身这样子啊。那据这个经典里面记载，最早的佛像啊，是佛世尊到刀立天去为母亲说法，讲地藏经，
那去了三个月，好久，大家都好想念，对。那我那时候大家因为很想念佛啊，啊，所以就有一位雕刻师啊，就把佛的形象雕刻出来，然后大家一看就很欢喜这样子，那就好像亲见佛如来一样，所以那是第一尊佛像。那在那之前没有佛像，那而这个佛的所谓塔庙，就是佛寺啊，啊，我们讲佛寺啊，佛寺最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寺，就是精舍嘛。精舍是什么？精舍就是佛住的地方，就是佛的 apartment， apartment， 那叫什么？公寓，佛的住的地方真的是公寓啊，因为大家都住在一起嘛，是公共的啊，公共的寓所啊，啊，那所以只是精舍而已，也没有一定的形象。然后到了中国来以后，一开始的时候是住在那个官舍里啊，啊，因为官舍就跟皇宫一样，就是很庄严，就好像我们的什么我们以前的那个什么财政部啊、立法院啊，都盖得很庄严，是不是啊？或是美国的国会啊，是不是啊？都盖得很庄严啊。那起先就是这个僧人来了，就给他们住那个很庄严的房子啊，那都是一品大官住的房子，所以很华丽啊，啊，那个就变成所谓的这个唐氏的这个唐氏的那个寺院，后来传到日本，就他们就一直都这样用，所以就变成和氏了这样的。那因为变成和氏，所以就变成我们就变成不和氏了。和的意思就是，因为日本人是大和民族，ヤマト啊，ヤマト，这个大和念ヤマト啊，那所以和氏，那因为日本人学去变成和氏了，所以对我们就不和氏了啊，我们就从唐朝越往下来，就那个皇帝住的那个宫殿呢、啊，就越来越雕梁画栋，对不对啊？这样子，那但是唐朝的时候是很朴素的，对，很朴素，但是虽然朴素的庄严，而且那个也不好建了、啊，所以起先是没有什么寺庙，后来渐渐发展，就变得有定格了，就是说哦，寺庙是要那个样子，这样子。所以我建一经院也随顺世间呢、啊、就建成就是中国传统式的。那有人要问说，那我学东密为什么不建成这个唐式的，或是那如果建成唐式的那就是和式了，对不对？那和式在台湾也是不很和式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人家会说啊，那是个日本庙，麻烦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既然是日本庙，那里面住的就是日本和尚，这是太麻烦了，太复杂了，所以就非常不合适，所以我还是，而且我提倡这个汉传正法嘛，所以就回到中国式的那样子。好，如佛塔庙，那为什么塔象征佛身呢？因为塔一定要有，你要建一个塔一定要有地基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那个地基啊，就等于直基嘛，啊，那就是等于这个菩提心一样，所以不是地水火风吗？所以是有这正统的塔，不是五轮塔，要不然就是七重塔啊，那这个最高可以九重塔这样子啊，那个。因为塔它必须要有地基，所以一定坚固而且庄严啊，所以这就代表佛身。
啊，坚固就是他的成就，坚固不坏，代表坚固不坏，所以坚固。然后庄严呢，就是佛以一切智慧功德庄严其身，就好像塔一样，这样。所以传统的塔是不住人的啦，而且也上不去的，通常是上不去。到后来啊，比如说你到日本的塔，多半也都是不是弄一个楼梯让你爬上去，没有这样子，因为那是佛身嘛，你爬进去佛身干什么？就在外面朝拜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礼拜就好了，对。但是大陆它就是有点变体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所以变成中国式的塔，所以有一个楼梯可以上得去，所以从佛祖的这个府藏里面进去这样子，然后到上面还可以这个眺望观光这样子，但如果是以佛意来讲，这个都不太适合。那真正的塔，佛塔是不能进去的，就然后底层可以供很多的这个佛宝啊，然后那个佛像啊、曼达拉啊、这样子经书啊、法器啊，那但是不能上去的。那地下有封起来，有可以藏一些要传后世的东西。啊，那这是讲大陆的塔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日本塔是这样子，比较反而是比较原本啊，因为他从唐朝，因为你知道日本人就是很执着嘛，对不对？说唐朝传过去以后，隋唐之间传过去以后，他们就一直保持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台湾的塔又不一样，我们台湾的塔不是供佛的，是供灵骨的，都是灵骨塔，很少有佛塔。所以里面都有很多众生，这样，将来都会成佛，好，往下看，所以如佛塔庙就代表是佛的法身，那佛的法身视线就变成化身，所以这个塔庙是法身也是化身，这样的。因为视线嘛，所以你看得到，所以视线成塔的样子，然后它就是有一个象征意思，你懂吗？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密意啊，佛法的密意。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，只要有人在某一个地方这个讲四句偈，那个地方就变成好像有佛塔在，或是有佛在，有佛的法身在，所以都应该要好好的供养。更何况有人能够尽能，就是全部全经整部《金刚经》都能够受持读诵啊！这受持读诵，你不能把它解释只是读诵而已哦，那是受跟持哦，受就是领纳。以唯识学者来讲，受的意思就是领纳，领纳于心称为受啊。领纳于心，而且持之不坠，叫做啊，领纳于心，持之不坠。这叫受持啊，那这是指什么？这指经文，也指经义，对不对？尤其是指经义而言，你要把那个经文的意思放在你心里面，领纳在心里面，然后心一直持着它，让它不会跑掉，不会掉了，不失啊的意思。然后而且常常能够读诵，读或是诵，诵的意思在古代是指背诵啊，就能够常常背诵啊。但是光背诵不行了，要了解意思了，因为受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
我以前常常听到人家讲说啊，我爸爸是持金刚经的，那意思什么？说他爸爸每天念一次金刚经了，这叫受持金刚经，不对的。受持金刚经要懂得金刚经的意思，虽然要念诵那个音声经文音声，也要懂得经文的意思，然后持之于心啊，这样子。那持之于心就熏修嘛，熏修你的心，用金刚经的圣深的意思熏修你的心，那就是熏修熏转。所以受持的意思是这样子，这就是为什么《地藏经》说转经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每时斋日转一次，但是这个转不是转那个声音而已啊，声音也要有啊，文字也要有，但是要有意义，那这是很妙的一件事，你没有发现？这经文的意思是在那个声音上，啊，就是那个意义啊，是附在那个声音上。但是我问你，经文的意义怎么附在那个声音上呢？附在那声音的哪一个地方呢？你能回答吗？不可思议吧？是不是？所以你光是持那个音声可以，你可以专注，然后你诵读专注可以得福。但是你理解思维熏修可以得智慧，才能得智慧。那你要成为修行，就要这样才有修行，那这样才能开智慧，这样才能成佛。但是你如果光是诵而已，不是说没有用，有用。那成这经文的声音声，能够令你得福，然后也能够令闻经的人啊，众生啊得到好处。但是就是只是得福而已，不能增长智慧。所以这两个是虽然没有相违背，但是你如果不跨过那一个把它 overlap 的话，没有跨过那条线，那你就只是做一样事情而已。但是因为你有两只脚嘛，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一只脚这样锵锵锵这样走？你为什么不这两边，然后左脚在经文上，右脚在经义上，然后这样左一步右一步啊，左右左，左右左，对不对？那就向前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菩提道向前进，对不对？OK， 所以然后这个，所以读诵受持，读诵受持，读诵受持啊，这样子，音声经义，音声经义，这一定要合并的，要不然你就是一只脚跳跳跳，对不对？变成金银岛一开始不是有一个人，一个水手是独角的，有没有？那所以只是独角，一只脚这么跳，不会跳得很远，是不是？不管你是在修复也好，然后修慧也好，一只脚而已，不会很远，一定要两只脚才好走路，是不是？就这样。好，所以经文里面都讲受持读诵，所以受持是经义，读诵是音声，是念诵。所以光念诵不思维，不解不思维其义，不熏修其义啊，那容受容纳于心，那就不成为受持，那就跟菩提道有一段距离，是吧？你就没有踏上菩提道，这样的吗？你这读诵经文没有思维其义，没有解其义而思维其义，熏修其义在心，
啊、哦，那就没有踏上菩提道，那你就只有在这个世间福道上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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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的，哎，那就有点像独角僵尸一样了。啊，须菩提，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啊，这应该讲说，当知世人，当知这个人啊，这个人是什么？竟能受持读诵整部《金刚经》，这样子的人呢、啊，你应当要知道，这个人定得成就，这个成就是定得成就，一定会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啊！其实当下他已经沾上边了呢，知道吧？沾上边了，已经跟第一稀有之法已经结了缘了，沾上边了。但是他要完全成就，还要继续熏习嘛？对，这样的吗？虽然沾上边而已，但是他已经入火了，你知道吧？是不是？但是你如果没有沾上边的话，你就还没入火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乡村俱乐部你就还没进去嘛？乡村俱乐部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他在美国的话就是高尔夫球俱乐部了，因为高尔夫球都是这个高消费的，对，上这个收入最高的人去的地方嘛，啊，那我们的话虽然是小球，但是我们打的是乒乓球，对，那就是低消费的，对啊，好，所以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啊，所以说，因为这个什么，这部经是就成就你的金刚心、金刚波若之心。你说不是第一嘛？对不对？稀有啊！金刚是什么？钻石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不第一呢？对不对？因为很贵嘛，对，你结婚的时候，世人结婚的时候要送这结婚戒指或订婚戒指，那这个对方最高兴的就是金刚钻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个成就啊，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成，但是已经有成就的因在里面了，就因地已经有了，这样的吗？所以从因地，这又讲了因地，我们又可以跟那个五梵智轮，五梵智意合在一起，地水火风空地啊，就因地。那这因地是什么地呢？我教你们修的第一个地藏菩萨的地也是这个地，好吧？所以从因地说果地，因为已经有因地了，那么有因必有果，就怕你没因，对不对？啊，因就是种子，对不对？好。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。若尊重弟子，如果是这一部经典所在的地方呢，那就是有佛。为什么？因为佛的法身嘛。这部经是佛的法身的境界，因为佛证到法身的境界，所以才能够讲得出这样子的法。所以这一个法就是能够成就佛身的。对，那能够成就佛的法身，成就佛智，佛的智慧，金刚智，对不对？金刚智，金刚波若智，所以佛的修行与成就，就是以这个为代表，所以有这一部经，就好像有佛一样，若尊重弟子。若的意思是，若是或是及以及啊，有佛
那弟子是什么？弟子就是诸贤圣啊，三贤十圣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菩萨啊，就是有佛极受尊重的弟子啊，菩萨，乃至于这个全法声闻，就是大声闻声啊，也是这个尊重是受尊重的啊，受尊重的。因为我们中文没有那种被动态嘛，所以如果是英文的话就变 respected， 要加 ed 这样的，好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受尊重的佛弟子就是菩萨跟声闻呢，他们也都证得佛的一分智慧一分法身，对，所以那怎么能够证得呢？都是由金刚波若而来。一切修行如果没有金刚波若，如果没有波若，那就不能够成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就不能成智慧嘛，因为波若是智慧嘛，是佛智嘛。那为什么再加个金刚？因为是不可破坏，叫做金刚。所以这个波若智慧是不可破坏的智慧，这样，而且能够破坏一切这个烦恼，这样的啊，破坏一切这个邪妄，所以叫金刚破惑，这样的啊。好，因为那个波若很坚固、很坚定、很坚强，所以它有力量，所以能够破惑，所以叫金刚破惑，这样的。所以你学了《金刚波若经》，那你那个金刚那个硬度不能很软呐、啊，对，你的硬度很软的话，你就不能破惑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金刚的硬度是，这世间所有的矿石里面最坚定、最坚硬的，对不对？那个玻璃的硬度是7。那个金刚钻的硬度是9或是10，所以它能够割玻璃。好，接着你把它敲碎容易啊，但是你要把它割开很难啊，是不是？今天讲到这里为止，提早下课。所以讲学佛就要这样子啊，不能那么死板，对不对？那这就见好就收。好，我们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追障习小丑，世世持菩萨道。